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卷头发的小卷，我是小眼睛的咪咪。本来信誓旦旦想要订两家很厉害的寿司店，一家是塔贝洛姑，是这么读吗？好像是的，听他们都这么读。好，一家是塔贝洛姑，东京排名第一的，另外一家呢是东京唯一一家米其林三星的寿司店，但是完全预约不上，索性就订了一家相对比较新的、评分也不错的米其林一星的店。这家 Omakase 在塔贝洛姑的评分是 3.9， 很高了。对，虽然不是我们一开始想的 4.0 以上的，但是也还不错了。你觉得他们家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吃的，他们的食材虽然是比较常见的，但是都很新鲜，调味做得很好，没有那些比较刁钻的食材，然后热菜也相对比较多，而且处理得很到位，所以想初体验 Omakase 的朋友也比较友好，还有一些比较惊喜的搭配。我记得有一道里面放了樱花，还有一道放了花椒。对，他们家除了 wine pairing 之外还有 tea pairing， 就这个茶搭配很少见哎。饮品里还有中国的茶，有高山乌龙啊、茉莉花茶之类的。我还很喜欢鲍鱼那道菜，鲍鱼片的口感就是 QQ 的，但是又非常的丝滑，最后再在鲍鱼干酱中加入那一小坨寿司饭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感觉这形式很像国内的鲍鱼捞饭。还有螃蟹和紫海胆，这个我最喜欢的两个食材的结合，就意料中的美味。那道玉子烧也很独特，里面加了红糖，第一眼看还以为是焦糖布丁。我平常没有很爱吃玉子烧，但是这道还不错。我发现你在日本真的每一餐都要喝酒。差不多，差不多每一顿都要喝两杯。那你觉得他们家酒好喝吗？是好喝的，虽然我没有那么懂，但是他们给推荐的清酒和这些料理都蛮搭的。他们家气氛很好，大家都在一起聊天啊，放松，享受美食和美酒。隔壁那对日本情侣都喝嗨了，眼神迷离，小脸红扑扑的。这家是位于银座东急十楼的一家连锁旋转寿司，非常的热门，我们在日本排队实在是排怕了，果断选择一早顶门去吃。我们提前20分钟到的，整个商场都还没开门，但是电梯口已经开始排队了，很快我们后面就排起了长龙。我觉得这家店价格不贵，还可以吃到很棒的食材。他们调味很少，也没有什么惊喜的搭配，主要就是靠食材的新鲜度。食品种类很多啊，我很喜欢带子寿司那道菜，之前从来没有 get 到带子居然那么的鲜甜软糯。这是我们后面唯一一个又加点的菜。对，因为前面一下没刹住，差不多勾满了整本菜单。是的，点的太多了，周围人都在偷偷看我们。关键是我们还都吃完了。